然后说空无人烟，我们要去房车露营的那个景，对，就是那儿。然后什么都没有，远处是一个银色反光，不是直线拉线的飞机，就在空中悬着。我说如果它不左不右不前不后的话，上下飞的话，它不是火箭就是飞碟，它是无人机。不是无人机，那个时候没有无人机，大家都在休息呢。然后紧接着它是没有前后左右，它是斜着飞完之后又回来，然后就走了，就没了，就没了。你有拍视频没有？很快，那个时间很 快。然后我说媳妇儿，那应该是飞碟。我后边 follow PD 说，燕玲哥，燕玲哥在哪儿啊？还推眼镜，嘻嘻在那儿。燕玲哥在哪儿呢？啊，还在打手机，在哪儿呢？我说怎么了？我要把它拍下来的话，我的 KPI 就完成了。